Secret， 你可以看到会掉进万丈深渊的感觉，感觉里面有很多秘密。它多了很多颜色，之前它的优势在这里嘛，然后去年的时候它可能做了一些调整，但今年又用回之前的颜色。其实年轻的人都喜欢这样很明亮的颜色，并不是说这个颜色有多么的就是这个颜色有多么的明亮，但是它这个颜色是一个提醒，是对明年的一个推测。所以我相信这些设计师也感受到了，所以这次的颜色比较多的就是橙色，然后绿蓝，很多蓝色。对，我觉得这些颜色明年肯定会特别特别的火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今年开始已经开始预热了，很多设计师都在 play 很多颜色。我觉得这个颜色 play 得很好，它很健康，发现没有，很健康，很运动。不太像那种有一些颜色放在一起好像会感觉好像蛮中性的，它这个布它很健康，所以 Asperger 它永远是很健康，大学里的学生非常喜欢它的东西。今天在现场有很多的学生到最后的时候就被放进来了，然后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在那边排队等，这些人肯定是幸运观众，对，能看到这一届东西。我这件衣服也是他的，对啊，然后第二天是最忙的一天，又要看秀，因为这是早餐，然后还要走秀，还有晚上的 dinner 和 party。 哇哦， big day。 Hello， nice to see you。 都非常棒，看看这次的设计师做的怎么样。我今天这个 look 是2000年的时候的 Kenzo 的，就时尚，所以说就是一个大的车轮不停的在转，看到现在穿也蛮。jacket 里面变化很多种不同的样子，然后它的所有的东西只要稍微变一变就可以在市场上卖了。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的非常有概念的设计师，他加了一些些在舞台效果好的东西，但是拿掉以后马上就可以在生活当中穿了。他还有把一些睡衣展示得很好，他把睡衣放在西服里边，然后露出一点点。这个品牌我很喜欢，我真的很期待这个。哎呀，丢了，应该早点跟他们讲，让他们 dress up 我，然后参加他们的 show。 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更 perfect。